到这一个富贵殡仪馆这边呢，来向这一个罹难者的家属致哀。希望他们能够节哀顺变。我已经代表雪州政府向他们致哀。其实我觉得现在呢，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注重于在这个拯救工作方面呢、在这个拯救工作完成之后呢，我们会正式化一个文告。当然目前为止不止雪兰莪州我相信其他的州属对于这一个露营的这个活动都没有任何的这一个管制因为露营活动是属于一个我们说activity 上宾啊，也就是说它并不是通常并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活动在那边，而是属于一个附属的这个活动所以现在我们是有这个需要来去检讨这一个越来越多人向往的一个户外的活动。